再来我们讲屁宝哥哥喜欢的马戏团，卡拉和帕皮的疯狂马戏团。对，他是帕皮，他是卡拉。开始咯。哇，卡拉有一只调皮的小狗叫做帕皮。我不想要听这个。为什么你不想要听这个？这个很有趣哦。你看看，你看这个车车是什么？妹妹，你看这个车车上面有什么？马戏团车。对，里面有载很多很酷的人哦，有小动物，有可能会有空中飞人哦。我们赶快进去这个马戏团看好不好？我们从这里走进去，走进去马戏团的帐篷里。你们是没有看过马戏团，对不对？哇塞！首先出场的他们是杂技演员，他们做出很厉害的人体迪迪乐表演，精彩的杂耍表演搭配现场乐队演奏的欢乐乐曲，大家超开心，不断的鼓掌。我们来拍拍手，帮他们拍拍手。拍拍手，拍拍手。接着杂耍小丑上场咯，小丑说：“嘘。”大家安静，更精彩的要来咯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空中飞人。空中飞人，你们看，咻！女士、先生们，为你们介绍惊奇的大跑飞人和他的漂亮的助手。帕皮，卡拉在这。对，妹妹说对了，哥哥也说对了。原来大炮飞人像子弹一样飞出去。卡拉吓到了，因为帕皮居然跟在后面，从大炮一起飞出来。帕皮会不会很危险？哇，帕皮你要去哪里？没想到帕皮对，偷偷的跑进游乐园马戏团里啦。然后帕皮正在空中荡，还和空中飞一起飞高。你不行，捏我的手。好啦，不要吵架，我们一起听故事。你看他那样荡来荡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果空中我们又要看到什么了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原来帕皮现在正追着在骑单车的小丑，他想要咬他的皮球。对呀，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太有趣、太可爱了，笑得好开心。而且你们看这里，这个人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哦，这是小丑。哦，好厉害哦！他可以这样子在高高的地方拿个量水桶都不会跌倒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帕皮表演得很好，可是卡拉很生气。卡拉说：“帕皮，你到底要去哪里？”他觉得帕皮实在太调皮了，到处乱跑，所以决定要带他回家。哇！最后魔术师表演凭空消失的魔术师，对，这是帕皮哦。就帕皮就这样哦，就消失在这个魔术师的帽子里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这样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看鸟鸟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帕皮又不见了。哦，帕皮又消失了。这是魔术师变的，用魔法猫变的魔法哦。然后我们把帕皮变回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是谁？帕皮出现了。还有卡拉。还有卡拉。那帕皮要不要再不见一次？好，帕皮。哇，又不见了。我们来帮魔术师拍拍手好吧。拍拍手，好棒好棒。